好，大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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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佛顶如来密音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卷第一。好，大众放掌啊 看讲义，上次讲到大者的这个讲义的当体译名啊，今天要从长篇为义开始讲起啊。既然讲大，尤其是楞严经讲开智慧的楞严，所以念念之间是在哪里开智慧？就是启发这一念佛性，这一念觉心。所以佛名虽然说是大佛顶，但是念念之间，你每一个文字都要在佛之这一字上面念念契会，念念契应。要离佛，所有的一切文句，所有的一切文字就全无意义。所以，行者在文字当前，在经文当下，念念之间，就是在向上、向上不断的回光，不断的念念熏习。所以，这个大字是在哪里约大？大字是约佛性之中。你念念之间，在觉心上体会时，在佛性上体会时，念念体会如是大。所以觉，你才能够在觉之中，你才能够知道在大之中的含义。因为他是讲觉性之大，在大之中，你才能够坦荡于一切大之中的所有的一切意境的种种发挥。因为你知道他是在讲觉性之浩瀚，所以讲到长是讲到什么长？觉性之长，觉性的体长。为什么觉性之长？刚刚就已经在课前之前，这跟大家讲过，觉好觉坏，觉有觉无，都是觉。你能够找到有一念离开于觉的吗？离开于觉的，虽然众生以为那就叫做死，那叫做亡灭，但亡灭你以为绝了灭了吗？亡灭若是真的绝灭，那谁去流转，谁去轮回？所以连世间的亡灭，你觉得一起果报的亡灭，觉性都不灭。假如觉性都灭的话，世间就根本断无因果了。就是因为觉性不灭，所以世间的因果昭然。你在前面做的什么样的心念，觉心就在你心念当前为你觉起将来的种种呈现，那就叫做果报呈现。所以如是的心念，如是的作用，它就是一体，都是觉心呈现。所以觉心从来没有任何的稍有如是的一点，就是刹那之中稍有如是的消歇。所以你能看到一切，觉得有生有死，觉也；觉得有无，是有是无，都是觉也；是大是小，是觉也。所以觉心在任何感受之中，甚至于你说我觉得觉性盎然，或觉得觉性好像暗钝，同体是觉。你觉得暗钝的那种势力再强，其实就是觉心本来平常的盎然处，因为你的。觉得暗钝强，也是决心为你呈现如是暗钝的强。相中是暗钝，叫做强；决心无所谓暗钝强与不强。你的名字是强，他就为你现强；你的名字是暗钝，他就为你现暗钝，名字而已。所以你会发现，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如是觉。可是我们众生却什么？去念念就在没有离开觉体的本来你自己具足的如是功德之中，你念念去可只是去向感觉生灭处去认，因为觉心它起承不了任何的感受，它也不叫觉。你永远体会出来，觉心起承的感受是现前处永远都是生灭。所以不生灭处都是在哪里呈现的？不生灭处就是在生生灭灭，你才能够体会不生灭的。因为生生灭灭不是真的有生有灭，假如真的有生有灭，谁知道生灭？
你在身中之身，灭中之灭，在灭中又能之身，在身中又能之灭，如是一直不断的启程，一直不断的灵明昭然的是谁？那不就是觉体吗？不然你怎么知道是生是灭？何况你又能够在如是生生灭灭之中饱受如是生生灭灭。所以能觉生处，能觉灭处，觉性亦不生。这不过去在这句话中，你或许会觉得很迷茫。因为佛门之中的语言，不是一般凡夫，不是一般行者不发心人能够当下能体会的。所以教会告诉你说，在生灭，在生生灭灭处，你才能够知道生灭。那是要教一个行者，你就是在能够担当眼前的一切生灭处当前。突然有一天你会看到，你能担当知道生灭的那个永远不是生灭嘛。觉生之时，觉从不是更生；觉灭之时，觉不是更灭。觉在生处它能够现生觉，觉在灭处能够现灭觉，但觉现生觉，觉现灭觉，同体是觉，它从来不二。你没有这个觉，你哪来那么多感觉？你没有这个觉体，你怎么会感受到人生的种种？就是常常讲的，你会觉得感受之中的多彩多姿，生气盎然。之所以我们能够享受你以为在凡夫情境之中的多彩多姿，就是因为你的觉体从来非种种法，非种种相，它才为你现种种法，现种种相。所以一般的凡夫一听到说觉心非种种法，非种种相，他总是用世间的语言，用断灭想，非种种法，非种种相，就是觉心不是法，不是相。他永远不是什么，不是佛门之中的大教所教授行者的如是理论，如是的昭彰，就表彰的彰。佛门大教理论是告诉他，永远是在觉体之中的所有的教育，觉体的教育永远都是觉。所以你刚才这觉生觉灭哪一个不是觉？当下是生是灭之中，跟你讲非种种法，非种种相中，你会觉得你在觉生觉灭都是觉时，你是生是灭吗？不是吗？你不知道生灭吗？一定知道吗？所以反过来说，汉传大圣佛教的逻辑就是，当你能够知道生灭处，能知的那一念心一定不是生灭吗？他要是生，只知道生，只知道生，不知道灭，不知道灭，他又怎么知道生？所以他不，假如是堕在生中，他不自知，亦不他知，亦不能够知他。为什么在生之生，在灭之灭？因为他永远不是生灭，现生现处，现生现灭处都是他，所以他才能够知道是生是灭。假如现生现灭都不是他，他也就不会知道，因为根本不是觉故，他怎么会知道？所以你本来都具足，这是汉传佛教的逻辑。当你明白一切感受现前处时，那能明白的心一定超越一切感受。反过来说，你因为你超越一切感受，所以你才能够明白一切感受。所以中国的老祖先就说，他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嘛。他在随缘之中，你以为他有在变吗？你方便凡夫以为他是随缘，似乎有变化，但是他因为他能够深入变化时，他能够表达一切变化处，就是他不变处嘛。只要他来变的话，他就不知道变了。他为什么一直你在感受之中一直在变化，他都能知道？那能知道那些变化，能起成如是变化的，从来不变，你知道吗？你能够在一切变化如是浩瀚的势力里面，突然发现有一念心能起成如是变化，那个不变，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什么叫做诸佛密与密意。那真正是入深密，那是就是才是真正佛门大圣经中讲的密教。所以你坦然担当一切变化处，但是你看到的是什么？看到就在担当变化处，你看到的是那个不变，那种担当。所以将来你就能够在这个不变之中，能够再坦然 承担一切变化。所以常用镜子做比喻，镜子能够起成万千变化，正在万千变化处，镜从镜体从来不变，它永远是镜体。
但是因为它不变，所以能起成万千变化。反过来说，因为它能起成万千变化，所以我回头来证，原来它根本不变。这是汉传大圣佛法行者之下要去体会的逻辑。这个逻辑是什么意思？这个逻辑就是你 当下意念之间立论的基础。你要是没有如是立论的基础，你将来永远都是凡夫，你将来怎么样都是流转。因为你感受，你只要眼睛睁开看到一切都叫感觉，都是生灭，都叫业感。但你要如何脱离如是业感去找到觉体呢？觉无是处，就像镜子一样，你要如何跳开镜色才去寻觅到镜体？觉无是处。因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不是镜色的镜体， 也从来没有一个不是镜体的镜色。你不知道镜体镜色当下，虽然一个似乎不生不灭，一个现前似乎是生生灭灭，但不生不灭处跟生生灭灭处同在那一点上的。看错了，它就是与一切尘中的种种妄想生灭相应，就叫阿赖耶。看对了，它当下那一点就是如来藏。所以如来藏中一样能够呈现，但是它是不生不灭的呈现。不生不灭的呈现似乎它能现出这是生生灭灭，但是你将来站在不生不灭看生生灭灭处，你永远都是以不生不灭的智慧照料生灭。我刚刚讲过，我们这念心同时根本都在，所以诸佛成佛时才会说奇哉奇哉，天下苍生本具如来万德庄严。但你都不认，你本来就天天在用，你的决心天天在用，所以将来你会在这一些生灭之中，你因为你看的都是生灭，你没有办法离开生灭。凡夫就在这一念生生灭灭中，你如果是不肯回头，不肯回光，不肯回头去修。什么叫回头回光？回头就是向觉体中认，叫大佛顶。向觉体中认是叫开智慧的内眼。你要是有一念不肯向觉体中认，你就永远都是看到是生生灭灭业感造作的凡夫。你但要是在如是强烈的业感造作之中，你要是肯于向觉体中认。觉体中认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在这些业感当前你排斥躲避以后还去认一个觉体，而是你要能够担当这一切强烈呈现，那个不是觉。你要有这种担当，要这种心里面念念之间的纳受，那叫堪忍。所以娑婆众生修行他是堪忍眼前的种种感受，都要明明白白。他为什么能够起身如是差别感受？因为你是回头去认的人，你看的感受当前居然有一个心，他念念让你回光体会觉体的当下。因为你不是回头去认的凡夫，所以你一样活在眼前的种种感受的呈现之中，你就永远沉沦，就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的差别如是强烈，如是可怕，如是险恶，就是如是险，如是恶。你的没有一念想要找到自己本来的面目，你念念看的就是轮回。但是就在你念念看的如是强烈的轮回当前，你只要有一念想要找到自己本来面目，你将来看的还是轮回，一法不变，一法不增，一法不减。你居然体会的是你那一念灵明能了知一切变化的从来不变。那个要在儒家讲也不过最初叫在明明德，他明白你的那个明心的那个德性，那还不叫做打破尘埃呀，那根本还不能够体会，你还不是佛门之中讲的出世法之中最初体会到根本超越三界。那假如你都没有这种发心，你拿着世间的感受之中再说佛经，你拿着世间感受之中再说种种道理，那都是什么？你用感受解释佛经，都是将来生生世世越来越离佛经二字越来越遥远的暗障业感。所以现在有人误会啊，
说不变随缘，随缘不变，是祖师讲错的。光听这一句就知道，仁者你从来没有在心上参。要是在心上参，念念关心的人，你当然知道祖师讲的他指的是什么，因为止愿嘛，你要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的根本大觉心体，觉明心地，圆清净体。圆清净体在随缘之时，你认为有变吗？不过就是随缘，缘分而已，缘笨而已，不单是分，而且是笨。笨就是一个分分钟钟的分，下面一个土，缘笨，缘笨而已。所以你会知道它其实就是随缘，因为它能随缘，所以它从来不变嘛。所以不，它反过来就是在种种随缘变化之中，你为什么能够明白变化？能明白的一定不变。所以能明白变化的一定不变，在不变之中才能明白变化，所以你才能够把这些变与不变在觉体之中一次讲圆。为什么讲圆？因为没有一法离开过觉故嘛。你能找到一法离开过觉吗？你觉得说我师父，我好像真的有看到，有感觉到有一法离开过觉，离开得了觉。你觉得他离开得了觉，那个是不是觉？不然你怎么知道离开得了？假象叫离开得了，但你不是还是觉吗？所以那个才叫是什么？那才叫明明白白知道那个常，那才叫做行者念念之间懂得向佛体上认。就在你每一天的感受之中，你多一个声音，因为你平常就在佛前不断的发心，要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发菩提心。你不要小看，你天天呼唤自己要发菩提心，要至诚发菩提心，总有一天你就会在每一天的起心动念里面突然知道，就在感受现前，你不必回避感受，你突然就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那到底你的菩提心当下在何处？不就在感受上面？能明白一些感觉的不就是菩提吗？尤其菩萨叫做菩提萨埵，叫大觉有情，这四个字叫修菩萨恨。那怎么修菩萨恨呢？每一个感受，每一个现前处都叫有情。你能觉得一切有情时，那个觉心你念念体会，它能在一切有情处念念都能够分明，也就是刚刚讲的似乎都能随缘，但是那个能随缘的不变处不就是你的菩提吗？所以他说菩提萨埵，萨埵才能够知道菩提嘛，叫大觉有情嘛。那这个你念念之间就在感受上面已经懂得如是回光，已经懂得如是熟悉，已经懂得念念为你自己呼召，念念为你自己熏习，你现在当下修的就叫菩萨恨人，你就是修菩萨恨。不然你以为你修什么菩萨恨？你以为只是做世间种种实善那叫菩萨恨吗？你在实善当前还是用所得心有所为心修的实善，不过就是世间善法。连老子都说那个都是将来沉沦的贼也。那你就说那我修善我不住行不行？楞严经告诉你不住如同龟毛兔脚，你不住你怎么可能不住？你说我修善我行善，我念念不再认为不以为我行善，你那个都是假的，你不以为，你嘴巴说不以为实，不就在以为了吗？就如同楞严经讲的七处真心里面，你说不住无着之时，不就在着吗？要是根本没有，就根本不要说不住，也不要说无着。你既然要讲的无着，就是有着。那有的人不懂这些文句，所以他搞不清楚，所以有的人就会认为楞严经是伪经。但你不知道他字里行间指导行者念念下手之时，那种能够真正在心上修行的人，他才知道那种每一个字中的维系。所以他讲无着之中，你要怎么样在着与无着之中跳得出来？不是让你用任何世间语言跳与不跳，那都不是世间文句，那是熟悉觉得的是谁？那熟悉觉得的是谁？你有着无着，着与无着都是怎么？都是感觉。但你要在感觉上面，你有一念心，就敢担当如是感觉上面时，你念念知道它其实一体是觉。觉心要在哪里看？觉心就在感觉中看。
但是感觉这么强烈，着于无着之中，想你完全忘记觉醒，你在着于无着之中再多加解释，强加解释都叫流转，那都叫做流浪。但是你却要在着与无着之中，你不能回避，你再回头观察之时，你要站在觉心上体会，那都叫什么？那都叫做当下回光，那都叫开智慧的内眼。因为智是怎么写？智者，我常讲这个智字，智者从知，从日，日如大照，任何的知就是任何的念头，任何的知见要立在日上，就是你不要忘记有一个觉得的大照。你要是忘记了一切能知的是那个日，你所有的知就是流转，那就是感受之中的种种流转。但是你要在过去那种之中，你以为的流转之中都知道能觉的是谁，就是那个智。所以转世成智是怎么转？不是有个念头你把它转开叫做智，不是有个念头你那解释强加解释它叫做智。转世成智就是本来是世，世中国字写的多好，言一个言字旁一个音一个交割，言音交割就叫意识。但是如何转这个意识？因为任何的言音交割处都不离知，但这个知都是觉心的大日所照之知，那是智。所以任何的感受怎么样交割都在，但是你是念念明白处，叫明心显前。你只要这样子天天回光，天天熏习，总有一天你在感受这么强烈处，感受的种种造作过去，你以为那种最沉闷处，你以为那种众生的一定流转的那种氛围里面，你突然有一天明心现前，那个明心现前最初也就是儒家讲的明明德，那个明心现前可能也是佛门之中讲的初知能所，那个明心现前就如同观世音菩萨圆通章讲的初一文中入流王所。如是而已。但是你只要有一点滋味明心现前，你就不是感受的那种知，就不是意识的交割。你可以明白如是意识，但你明白处就不是一定 流转嘛。他可以明白叫做他可以知道变化，但他永远不变嘛，你的心永远不会变嘛。这个讲起来或许你们大家认为说觉得玄，其实不玄。所以我常用镜子做比喻，镜子一定能够什么照现千变万化吗？镜子正在照现千变万化处是镜子根本不变处，它要是变它就不能千变万化了。所以觉心也一样，它就是能够启程千变万化，它就是启程千变万化处，它从来就是什么，从来就是根本圆清净体处，清明处，它原来根本就是清净处。所以他就清净讲的不急不离啊。你说他感受，他是感受吗？他不是不急，但他不知道感受吗？不离，当下不急不离。你能在不急不离这个当下上这四个字与从此圆聚，你可能才知道你平常的心在哪里，你平常的用度在哪里。所以都是在感受上面直下担当的嘛，你要回头都是在感受上面直下担当的。所以有内言经中文句里面，你不要看读了内言经，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叫你们要听内言经，一定要熟读文句。内言经中文句里面第一句就第一段开始时就告诉你，佛子住持善超诸有，有没有？你要是没读内言经，可是我讲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对，什么叫佛子住持？你要说大罗汉佛子住持，大罗汉当然是佛子，但大罗汉的佛子是在哪里堪称佛子，你知道吗？他念念之间就在子觉，佛性现前的感觉就是子觉，佛性的子觉就是佛子，所有的人都是在子觉上面证果的。所以阿罗汉最堪称佛子，但意思就告诉你所有的下手处都是佛子住持，你要住持佛子，因为你能住持佛子，佛子就在感受中，你要明白什么？明白那个大佛顶，所以叫佛子住持，念念就在这个佛子上面。假如不是在这个感觉上面，你根本不要说住持佛法嘛，因为在感受上面才说住持佛法，不然佛法根本就在，不必再说住持不住持嘛。所以在感受上面你要住持佛法，你才能善超诸有，因为觉得有处你知道是觉，那叫佛子住持。
你能在这上面参，你才能证果，才是真阿罗汉呢。所以从头经文开始就教你如何下手了，叫佛子住持善招诸友，让下面去严禁毗尼，弘泛三界，不是吗？所以你明白如是时，那个佛子就开始什么严禁毗尼，那就自然而然，因为你在感受之中明白是觉识，那感受就不是过去在一般凡夫的种种事例，所以你在感受当前明白是觉，你反而是回光体会那个觉，那叫严禁毗尼。毗尼者律也，你只要一能够回光那个觉体的清净，将来就在清净之中能担当感觉，所以它是这样子如是来如是回的，那叫回向。能够如是来如是回时，当你能够体会到一点觉体的清净，在清净上看感觉时，那叫做净律。因为那是什么净律？那是根本觉行的本来律动，就是如此。明明是觉心的根本律动，你看错了，就从反过来说律了。你反过来寻命律，那都不是真律嘛。所以反过来说律，你要说错了，人天福报而已；你要说对了，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才能弘泛三界。你说弘泛三界，想到是阿罗汉弘泛三界。我现在当下告诉你，就是你念念之间如何弘泛，因为那一念之中。你已经懂得觉心的律动的根本真谛，所以你在每一个感受当前都是三界的感受，因为你的感受从来没离开过三界。为什么感受没离开过三界？随举一念，你的感受现前处，不管是喜怒哀乐，哪个一念现前，仔细思维，每一个念头当下都一定从哪里来？从无色现色，色现种种感觉，都是三界。无色现色，本来是觉心，觉心非种种色吧，现色就是有的有嗔的那个色相气氛色现前了。如果是在气氛之中，你就变成情执，叫欲望欲啊，都是三界啊。将来你会在真正觉心明白处，每个感受现前时，你就会体会在现前这个感受最强烈情欲中，是好是坏那个情欲之中，你体会那个情欲其实不过就是色耳，就是一个情欲的色，一个情欲的相，可是你多在情欲，等于是这个色，色从哪里来？色是觉心现觉才来，所以觉心现实，觉心根本非色，所以你就会发现还有一界叫做无色，无色现色，色现情欲，你不都是这样的吗？连《黄帝内经》讲到那个病相都还从气中来，万法都从气来，气使然。等一下可能我们今天就会讲，可以讲到一些天地初开的时候那种现象，天地初开就是你觉心初开了，所以叫佛子住持。你要做错了嘞，你要做错了都堕淫室，都堕淫室，所以叫阿难士堕。阿难是谁？佛事者。阿难又叫什么？多闻第一，因为常常背这些名词，但是因为不修心的关系，难修心的关系，所以在名词之中，在如是冥想之当下，你根本不知道如何为你所用。佛事者就是让你念念是佛的人，念念之间都在觉体上回光的。刚刚都讲佛子住持了，你念念都向佛体上回光，你就会发现你心底之中就有一念之慧，那就是阿难。那个阿难在哪里？阿难就在过去的一切所见所闻之中，你凡情的一切所见所闻，刚刚不讲说佛子是感觉吗？感觉不就包含一切所作所闻吗？那是多闻。但是就在那个多闻之中，你若是是佛时呢，刚刚不讲净律吗？那个多闻将来就是什么？将来就是成佛的多闻。假如你不是念念之间就在成佛的多闻上，你一切的多闻都叫什么？都叫流浪，叫多闻无功，永远流浪。所以多闻没有过咎，所以现在有人搞错了，多想楞严经佛说多闻无功，所以就不要多闻了。多闻你可以抗拒的吗？我常讲那个心境之中，你若是常常亲近大山，因为你心中有山的这种意境高远，你走到任何地方，你自然就会摄受种种高远的意境、高远的情境、高远的情操、高远的道理。你有办法说克制自己，说我不要接受，
这是本性中的多闻。你能够说不要多闻，多闻无功，你用错了多闻，所以叫多闻无功闻。所以阿难是什么？阿难他就讲到逝者，他当下就是多闻。所以经中他讲，他刚刚出经文注状讲，心中出求，最后谈月以为斋主。经文中啊，讲心中出求，最后谈月，这一念是佛的人，你那念这一念是佛的心，念念是佛的那念心，你看的都是什么？都是看到念头的最末梢，最末梢的呈现，最末梢的不失处，最末梢的呈现叫什么？最后谈月。为什么叫做最末梢的呈现？因为刚刚跟你讲过，你的念头之中现前处就是三界，从无色现色，色现 有感觉，但是你无色你看得到吗？色你都搞不清楚，你看到的感受就已经是感受的最强烈处嘛，不是吗？感受的最强烈处嘛，所以叫心中出求，最后谈月以为斋主。那你说这是佛经中讲的楞严经中开智慧的楞严中讲的阿难当时的发心，但事实上哪个佛经不是贯穿你现在行者应该有的发心？当你念念之间已经知道有一念心，念念懂得是佛，是佛就是服事的事，是佛就是念念之间去体会佛意。那你体会佛意在哪里体会？决心永远是你体会佛意时，就是在每一个当下念头之中体会佛意嘛。那当下念头是什么？最后谈月嘛，做你的斋主，做你念念回光的嘛。所以当时因起十次经历一事，就是因为你知道是最后谈月，所以就在这个起时，过去凡过去宗门不是宗门僧人的戒律里面，托钵起时就能七家，对吧？大家都知道七家，为什么七家？你知道吗？因为你每一次念头起处，你都是在七世上起时，永远是七家，你超不了七家的。过去七家就多求，但是就是要假借你平常的起时的行为，要约束行者，约束出家人，念念懂得原来你心性之中的安步。假借我们日常的行为，变成你将来能够回光的种种当前的安步。所以《金刚经》第一卷《立意为是》讲到诸佛的日常，世尊的日常，哪个日常不是你每一个心性之中的二六时中的种种的安步开眼？所以呢，就起时，因起十次，所以起十次你会发现决心。刚刚不讲说决心到感受时就是起时吗？这个十次就是次第，它就是什么？明明是觉，它可以知道感觉吧？我刚刚虽然说你站在感觉上一定知道，站在决心上看感觉时，这中间的变化你都能清楚吧？但仔细思维，它不是在你中间变化时你的决心还挺在那里，不是啊。假如说决心还挺在那里，就是二觉。决心现前时，就像镜子现色时，整个镜体举体就作色。他为什么举体作色？因为他根本是一，这就是大圣经典中常常祖师言论里面最深奥的地方。那你不要是，你不是参究心性的人，你永远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所以连一个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都以为是祖师说错的，那叫狂妄。所以决心在正在觉时，就是起时什么？那为什么要起时？就是根本觉性之中的宝足处。看错了就是什么？每一个阶段中的层层的宝足嘛，最宝足处嘛，最宝足处。但是每一个宝足处，你仔细思维，觉心现感觉时，就好像镜子现色，镜子本来非色，但是现色之时，似乎镜体就投入了镜色之中的种种势力变化吧？是不是？它要不能够投注在镜种种种镜色的势力变化，那是镜子吗？不是吧？绝对不是吧？那每一个变化之中，是不是都好像都有种种气氛围，都有这种红尘的势力如是的呈现，如是的渲染？那就叫做经历隐士，隐者静隐也。所以招摩登伽，
摩登伽女啊，以苏皮伽罗先梵天咒摄入淫席。摩登伽是什么意思？摩登伽本性也。摩登伽梵语翻译中文就叫本性，所以他开悟以后就叫性比丘尼。本性你看错了，就是染欲。所以中国字用性就讲到男女之间的杂染，但是中国字用性也告诉你的本性，看错了就是什么？就是儒家讲的，对吧？性之欲也，性就会有欲，就会有取欲。所以在这个本性之中，你似乎就是随着感受的起时，但再换一个角度上来看，它就是什么？随着感受不断的应付，应付就是如大树荫的荫，覆就是遮覆的覆，应付其下，所以那就是女，那就是摩登伽女。但是每一个都是一个淫事，每一个都是一个感觉觉体投入的淫事，就是一个一次一次的静淫。就在这个静淫中，摩登伽女以先梵天咒，什么叫先梵天咒？梭皮伽罗，梭皮伽罗叫做外道，外道古德说这个外道是成梵天的咒语，成梵天的咒语就告诉你梵天，我们讲中国字讲的梵是个灵，一个凡，它能灵凡处，决心的灵凡叫做梵，本来是清净的，可是外道叫梭皮伽罗，拿这个梵天就变成了感受，真的有感受的扑出处，那就叫外道了，真的以为有感受的扑出处。所以楞严经也讲的梭皮伽罗及头回等妄认真我，以为有个真我，真正立一个我就开始起成我执，你就是最初你在这个起时次时，你就感觉好像真的有个实境啊，有个我啊，从这边这个最初的氛围，最初的势力，最初的种种造作叫梭皮伽罗先梵天咒，因为你永远脱离不开这个咒，你永远一定知道这个咒，因为你的决心永远就会在这个咒上，因为你的决心在感受之中时，你的感受就是氛围，就有那种氛围，就是那种气氛，那叫做梭皮伽罗先梵天咒。淫功伏魔将毁戒体，摄入淫席，淫功伏魔将毁戒体，所以感受就是什么？感受就是永远就在你周身感觉上面，叫淫功伏魔，你就忘记了决心，刚刚不讲的正律吗？你就忘记了决心的律动，你就变成了感觉的律动，将毁戒体，懂吗？阿难是在这里示堕的，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一切行者，你敢担当最后面的那种最强烈的欲望之处，就是佛要提领阿难于摩登伽同来佛所处，那是楞严经中开始真心的地方。前面的文句你若是不懂，前面的文句你若是解释不出来，七处真心你根本就不知道在真什么。你明白人家决心都能够现出阴功伏魔将毁戒体，所以能现将毁戒体处其实就是觉嘛，但是你决心就是似乎就是随入投入感觉，就像刚刚讲的净体现色时，就是投入啊，举体成色，就是整个气净色的气氛。你到了完全呈现整个净色的气氛时，就是已经叫做将毁戒体了。可是就在这个将毁处，你知道它原来都是净体时，这么强烈的净色的毁净体毁戒体处，就是你根本清净从来不堕处。所以为什么叫做开智慧的楞严，就让你在众种众生最险恶处就知道原来根本都是大觉体，从此回光，叫大佛顶守楞严经。你敢，所有的一些行者不要说敢了，敢讲用这个字就错了，你能想到担当吗？所以凡夫不发菩提心，凡夫不发一个真正向道的决定心，因为有这向道的决定心都还要刻骨铭心，刻剃头染衣就是刻骨铭心，我要向道，我要向道，剃了头都不见得好好向道，何况你说我不剃就能向道，就在身上雕刻，只是刻出自己向道的决定心，没有如是向道的决定心，绝对不是你们那里随随便便讲的随便就能够开悟啊，随便就能够诸佛来接。所以弥陀经我常常讲，弥陀经都告诉你不可以少功德得生彼国。那你说什么样是多功德？没有多功德，
被觉就是少功德，你明白是觉，觉性它本来是原摄一切，它不说多也不说，它也不会多少，那就是圆满功德。但是什么叫被觉？你永远是被的感觉嘛，一直以为是外面有个力量能够拔起我，你光你这念就是被觉，那就是少功德，你永远得生不了彼国。就算有一天阿弥陀佛站在你面前伸出大手抓着你的小手，你还从此以后沉沦，以为抓着大手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你将来就是永远沉沦在那种叫做大智度论讲叫自堕众生相，永远只是佛救我就好了，我就永远是众生，这个叫决心吗？要是真的用到决心的人不是这种心念，就好像小孩子读书，他但要用到决心，赤诚用到决心时，他绝对没有半点依赖，他知道跟圣人学，但学的目的是要潜移默化成就己心，他没有半点只是想着你来接我，你来保佑我，对吧？成绩满满。那为什么他不是这种发心？因为他是真行人。为什么他不是这种期待？因为他是真念佛人。那叫做不可以少功德，得生彼国。心境若是变，世界就变了。所以你常常念佛之时，你的心境之中若是都明白是诸佛的氛围，你当下说你不要说你闭上眼睛，已经这一期果报圆了了。你当下就还在，是岁寿还在，你感受的世界就不一样了。尤其是要是说向道的人，苦难会比我多的，这就是已经我觉得不会有太多了。尤其是在台湾那个社会里面，向道的道人苦难比我多的。虽然看到苦，我这一天到晚在接受到种种磨砺苦难处，虽然有的时候还会骂骂这些徒弟啊，干什么呀、啊，激愤一点，但是不骂不行。那你不要以为我一天到晚只是随着他们流转的，因为有的东西你要骂，有的东西你要自己提携自己。所以就算你真正向道了，你还要接受种种世间的种种过去的业感的呈现，还甚至于你可能你有的责任你要在负担时，还有很多杂扰的境界在你眼前。因为人生绝对不可能，你也不是那种善善根人，一上就算深山老林你就入定了。那要如何在这个上面不断的提醒自己，只有不断的一直告诉自己要刻骨铭心，我要想到，我要想到，然后你在碰到任何多灾多难时，纵然你要去解决，有种种借口让你心中随它浮动，但你后面都还有一个心，当下懂得如何遏制，如何停止。所以在家菩萨你说那我就没办法剃度染衣怎么办，所以叫你靠药一切出家功德。光那一年号要叫做净世男净世女，净世男净世，净世是什么意思？如同出家就叫净世嘛。虽然身不现出家，但是心要如同出家叫净世，唯有净世才有将来才有正果的可能，因为心同出家。那你说净世男将来正果了，那将来他有没有要不要呈现？将来他要正果是在怎么正果？你今生尽是诚心，将来生中尽是诚心，对吧？你总有一天搞不好你就是六祖，哎，在砍柴突然闻到一句弘忍大师讲的话，你开悟了，对吧？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将来开悟时不现出家，一样现出家。所以六祖在禅门，在中国佛教里面，他开悟时没有现出家相，可是六祖却留下教育一切行者，一切中国佛教的一切行者念念之间永远要知道，将来他弘化时一定要现出家。所以连他的师父在听他在讲风动幡动以后，老和尚帮六祖剃度再依他为师，他绝对不会像现在一样，哦，他开悟了我就依他为师，他不现出家我就依他为师，绝对不能。是先剃了以后有义法塔，所以这个在广东的六祖大师的这个祖庭里面有义法塔，光孝寺中有义法塔。老和尚剃度以后，帮他剃度以后再回礼依他为师。
所以六祖在南墙上面前面的神秀写了那个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你不要以为那神秀写的是没有用的，神秀写的那叫无相记，你去看六祖坛经里面嘛，大家广传呢、啊。六祖如行者在问说大家在练什么，他说有秀大师在南墙上面写了无相记，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那是无相记。那为什么在六祖坛经祖师讲都告诉你那是无相记，讲出相时你就着相吗？既然是宗门，那当然是无相啊。所以神秀在北，所以他都在北方，在武则天那里当国师。但是北方是什么？就是你心中能看到你念念之间神采秀出的庄严嘛，叫神秀嘛。神采秀出一定要什么？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嘛。所以整部那个六祖坛经你也不要小看，只听故事。所以如行者听了以后说我也有一记，请这个菩萨帮我书那一记，那个帮他书叫张别驾。什么叫别驾？所以他写出了心，那则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石，大众都称啊，岭南也有佛出。但是五祖弘忍，弘忍是什么意思？他弘化知道忍度，他为一切苍生知道忍度的。为什么拿鞋擦了去？鞋者履也，六祖坛经讲拿履擦了去，履就是剑齿之处，履擦了去就表示这个不是在行持当下能够显意，那是行持当下行者心中的隐意。你要是把隐意拿来写，就害你法身，所以众人害汝。所以没有神秀的身如菩提树，你就没有六祖的菩提本无树。所以时时勤拂拭，要在哪里时时勤拂拭？要在本来无一物。那本来无一物不是告诉你本来无一物你就无一物了吧？你要时时勤拂拭啊。所以慧能，就是他慧能在古法是讲那个恩惠的惠，慧能能施你如是能者，什么能？性能。为什么叫能？能者就是以诸佛一代实教，世尊一代实教，就是这个能。世间人知道这个能，就是最初的初祖，我们的祖先有这个能字开始，就从这个能字要制礼、制定礼乐、制定仪轨。那个能是在哪里说？能是在有中说的能。所以有中说的能是谁？有熊氏。有熊氏是谁？公孙轩辕皇帝。熊者能也。那出世法中一代实教讲的那个能是谁？能人能己，释迦牟尼。你看错了能人能己释迦，那就变成人家就会以为他是世间的种种主宰。众生看错了这个能，就变成了世间的主宰。这个世间的主宰是谁？释提桓因。所以有的人看到释提桓因以为是释迦，有的人在释迦看成以为是释提桓因。释提桓因是什么？刀立天竺。所以都讲这个能。所以释提桓因讲什么？能天竺。所以慧能就是施这个能的。所以他在南，神秀在北。南方是什么意思？就下行处。你念念下心要在哪里下？是行者的下心，就是念念投入要在本来无一物中投入。但是怎么样去参这个本来无一物呢？要时时勤拂拭，身如菩提树。所以讲到菩提本无树的人，却留下了全身舍离，却留下了最庄严的生根的种种弘化弘范。
那你就说六祖应该讲说本来菩提本无树，连舍利都不要留了，讲到身如菩提树的神秀你找不到一点迹象，因为身如菩提处处你不能留任何痕迹，但是你要讲到本来无一物处，你要知道它的来处，你要知道你念念之间的行起的理尽，起就是起法求法的理尽，讲到本来无一物的人，他要欠剃度出家有依法塔，谁跟你讲说不用出家的？谁跟你讲说啊，他是在家得法以后啊，在家人我们一样可以称之为师？胡扯！为什么讲说在家人不能称之为师？他的根本没变，他根本叫在家。在家的意思，你不要老是被在家出家以为名相上面你就混乱嘛。在家意思就是他还在种种成相中嘛，叫在家。出家就是要出如是成中的执着，叫出家。所以发出家法的意思说，我要一定要跳出今生，要跳出过去凡情在红尘中的执着，叫出家嘛。那什么是红尘中的执着？就是师父刚刚讲的，你举目望去，每天早上起来，眼睛见色，耳朵闻声，全部在家，都是感受。而且呢，在家里面一定有什么？一定有情缘嘛？都是什么？经历淫事，就是因功伏魔。你永远忘记你的决心的禁律，叫根本不要说将毁戒体，已毁戒体，早毁戒体。所以你要为了他你才出家的，那怎么还会有在家呢？在家你每天你我们都是凡夫哎。我们都是凡夫，都是同样的业运哦。假如你能够在家的环境，眼睛看到在家的气氛，它可能没有 不用任何文字语音，你感受触摸到在家这种温暖，它也没有什么文字语音，但是你心中会泛起很多的纠缠，知道吗？潜在意识的纠缠，那种刚强你体会不出来的，那种纠缠的刚强就如同我讲的小偷的偷心，他随便顺手牵羊，你说你怎么可以偷呢？你怎么偷心那么重呢？他会跟你讲，他会跟你辩，我没有，我刚刚走到那边我连偷心都没有起我就拿了。你以为他没偷啊？他是刚强。你以为我不知道什么叫在家，我没那么多情欲啊？你刚强，你不是没有。吸毒的人吸，我们要是不小心碰到毒品闻到一下你可能晕了，他搞不好吸一公克吸的时候他不晕，还觉得不够不满足。所以你要是说能够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都是凡夫，你都可以心如不动还能跳出三界，那我们要是先出家了，我常讲的一个开玩笑的话，那我应该今生已经成佛了。我们都是薄地凡夫啊，你不要老拿维摩诘的公案，维摩诘讲的是法身大事，你不能拿俗人名号来量。他说你法身的形象，就像我刚刚讲到阿难，讲到任何的文具，那在讲到法身之中你应该有的种种迹象，连佛子住持你都要知道是你法身之中的体系，你不要老是追的 他就是那前面楞严经中讲的几个大阿罗汉，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假如都楞严经中都讲的佛子住持善超诸有是讲那几个大阿罗汉的话，那是不是佛门之中世尊留下种种言教不过都是教授将来只是不一直称念他人财宝而已？所以经者为什么祖师能够开宗明义告诉你经者贯穿义，唯有行者，你虽然讲的是哪个阿罗汉的种种功德信德，但是唯有行者，就在你给他种种名相之处，他能会一切名相，就做他现前心中的潜移，心中的魔化。因为我们永远都是活在种种名相里啊！你出去看大山大水，不都名相吗？但是懂得心性的人，一切气世间的是名是相，都是他心性中跟智慧的提息。不懂得的人，你看到山跟水，只会觉得自己卑微，自己困惑，不然就学的就会有那种无名的那种好药，我喜欢爬山玩水，涉山玩水，那没有意义，浪费光阴而已，那你在里面又找不到任何东西。
但是一念不同，发心的一念不同，同样活在如是种种气势间的名相，一切名相当前，名相它就是你当下成就智慧的所有接引，这都是名相啊。既然世间的名相都是接引，那为什么讲到一个阿罗汉的种种功德，讲到一个名字，讲到一个名相，讲到甚至于刚刚讲的金刚经中讲夫作而作，你就忘记了决心也常如是夫作而作、哦、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弟子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